超人气麻辣炒香锅，大火快炒，将食欲拉到最高点。太嘎后，矮黑梅森，想知道在新北的各位都吃什么当晚餐，宵夜会选择什么呢？今天来到位于中和的麻辣天后炒香锅，听说这家的口味有三种哦，而且食材种类超多。今天就让梅森带你们去瞧瞧吧。我什么都想吃，什么都想拿，什么居然这里还有蛋饼皮，真不知道会怎么料理。先将食物用水烫过，再加入自制的麻辣。辣椒香味，大火快炒，香气迷人，让每块食材都均匀布满酱汁，再放上原来是用炸的蛋饼皮，再来酸辣泡椒口味，酸辣带劲，可是独家口味哦。不吃辣的朋友就可以选择这个酱味迷人的蒜香口味。光看他们在翻炒哦，我的肚子都已经饿了。如果再加上鸭血和老皮嫩肉，那真的就是享受。今天刚好三个人哦，各点一个口味来吃吃看。一上桌，大家都在吞口水，光视觉和嗅觉就让我们更期待味觉喽。蛋饼酥香刷脆，鸭血软嫩，面条吸了满满的酱汁，超级过瘾。好啦，影片时间也快到了，我不能再说了，各位赶快去试试看吧，看你最爱什么口味。